好，哎，松伟，你要直接开始录了吗？我可以边边讲一些垃圾话，没问题的。OK。我也去问一下耶稣，他们对的那个人在哪里好了。好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持续在寻找定选手的下落，那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因为有第一次看的观众，这是我们工会的系列赛。那有看第四本的应该就知道，是我们目前已经打到四强了。那是这一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就可以跟上一次获胜的队伍打冠亚决赛。那这一次输的队伍会跟另外一个四强输的队伍打季垫赛来决定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决定一二三四名这样。好，然后如果到太久定，不知道定在干嘛。帅哥老师，你觉得定有可能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场合干嘛去了？应该在睡觉吧。睡觉这是有点无法原谅哎。跟哦对啊，睡觉可能就要送他下去了。对，那本次系列赛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则跟大家说明一下。首先我们是考量到有些萌新玩家也想参加比赛，所以我们一律是把觉醒石，就是都不带觉醒石。对。这件事情其实造成我蛮大的水土不服，但是没关系，都过去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平常强攻跟闪电带习惯了，你有时候那个血量就会误算。哦，以为哎、欸，这个连招打下去应该就死了，结果哎、欸、没死。对啊，你看就是比如说假设我阿里平常有带强攻跟闪电的话，我切一跳我就是知道虎克会。半死不活，但是都没带的情况下，就哎，虎克还很健康站在那里。对，然后还被反打一整团血，他会很气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再过去。你先做别的事情嘛。好，确实他。定选手，可是持续神隐中。耶稣选手跟盲目选手应该是也在努力的寻找他的下落。看一下他有没有在，他前面有在的。那好吧，那可能。等于是说他可能比赛之前有在，但现在突然不在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被车撞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但是不会这么惨烈，这么衰吧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打应该还是同队的要打给他一下。刚练习完，想说睡个觉还是洗个澡？没有时间观念这么差吧？好，那再稍微介绍一下，本次系列赛还有两个特殊位置，一个是不能用丑小鸭，那另外一个是不能用扎贝尔，就是你不要看他们都亮在那里，但是其实不能用的，等一下都不会用。其实。个人是觉得小鸭的压制力没有到那么恐怖，在现版本的环境来说，只是只是可能有些人是真的拿不到这只角色。哦，对，像我已经放弃拿那一只了。那如果是用就是自己创小账的方式，因为只要两只二十等。哦，就是这样又要我很懒的。懒得再创一个账号，然后就再又要打到死。是，真是懒啊！我懒得打，懒得等那
那个再去弄。我之前是叫学生帮我弄，就是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玩 Smash Legend 这样？然后就疯狂安利他们。啊，这有成功吗？有啊，所以我有抽小鸭可以玩。啊，好嘞，好吧。对，抽小鸭、我想要玩抽小鸭哦、但是我又好懒得抽到它。可是其实小鸭真的就我有，但是我也没什么在玩的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就是丑小鸭，它强的是有一张图，有一个队伍死斗配对，有一张图是在那个背包深夜那一张，因为它那个上面不是有一个。补给站，然后他会一直跑出那个大殿，然后假如选小鸭，我之前就跟耶稣玩过，然后他就玩丑小鸭，然后就只要那个大殿一出，他就是冲到那边，然后去捡大殿变身，然后一直戳，然后之后就在等那个大殿出来，然后他再变身，然后整局他就看他一直变身，一直戳。定这个选手是怎样？他一下叫定，然后又改名叫白虎，然后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很难找哎、欸。好 ，OK 啊，至少到了，至少人到了，人到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那我们三二一进场哦，来，东伟三二一，好的，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我们 TW 高端玩家的系列赛四强的第二场比赛。那最高是我们今天的双方队伍是。是我们的那个，啊，忘记了。OK， 啊，怎么可以？好，越想越不对，对上钢蛋蛋单杠单杠。OK， 好，或者是那，是好。特别介绍一下，越想越不对，是从我们败部复活一路打上来的一支队伍。哦、那对，是不是有点忘记这件事情？哦。过了有点久，有点忘记。所以，哦、等于是说，他们这个队伍的强势点就是在于经验跟心态。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工会所有成员几乎都是打完整个手都是在抖。因为其实就是当你要面临比赛的时候，那个心情跟你只是打一场积分是截然不同的。对对对，很紧张，会特别的紧张。对，那。我自己打也是都非常的紧张，打完就没事了，对啊，我记得有一次还紧张到就是肩膀很僵硬，然后眼睛很痛这样。啊，是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打的那个时候也是，哦，对，哦，不是哦，我打的那个时候那两场。还给我爆聘，我真的是快疯掉，哦，手又在抖，然后游戏画面也好，就是现实也爆聘，然后网络也爆聘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其实就比较，那个爆聘应该是游戏的问题，应该是地区的问题，就是我比赛的那个人物刚好有人我的地区不一样，所以就会卡。就是可以看，对，因为我自己在跟朋友打的时候，就是某一个朋友跟他牌，我就一定爆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的，可能是游戏本身还是伺服器的问题比较可惜一点，就是哦，对对，唉，啊，我们移民韩国好了啦，为了有顺畅的游戏体验。走吧，我们私奔，好，私奔到韩国。OK， 好的，那第一场地图选择的是决一死战，决一死战就有比较明显的就是强视角。Okay. 那自己目前实验下来觉得，这个地图还蛮重视角色的回场能力，你如果可能是虎克或如一被推出去就飞不回来的那一种，就是会
白给一条命。好的，那右方的定好了，帮他改名好了。白狐选手他是先拿出的是苏大哥。哦，苏大哥，那我觉得猪跟唐吉诃德应该要先选唐吉诃德。有可能是白狐选手不会玩唐吉诃德，不过对，看应该是对，不然有唐吉几乎是拿唐吉。好的，那右方的芒果是这样的一手，唐吉真的是有一点，就只能教爱丽丝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反正也对啦，反正决一死战先选的那一方小猪跟唐吉诃德一定两个都可以拿到，那其实先选拿到不差，那应该就是爱丽丝吧。但是我记得耶稣不会玩爱丽丝，哪里？在哪里？哎 ，Hello， 耶稣选手还没换你选哦。好，我猜如果是，应该是又是唐吉诃德的一个布状，啊，对啊，看看酷宝有没有拿爱丽丝。如果酷宝拿了爱丽丝，本次系列赛的规则是只能有双方队伍只能有一只重复的角色，那右方就没有办法拿到爱丽丝了。那剩下的晕角就是杰克可以可以，而且他的那个技能是就是主流的技能，不是有空窗期的那个，对，他有带那个。对不起，叫什么？精彩重播吗？对对对，经济吗？啊，履历造假。对对对对，履历造假。他有带履历造假。好的，那没有意外亮出爱丽丝，请你记得把觉醒死哦。哦，现场马上升呢，升到12等。OK。哎，耶稣选手，请把觉醒死，我们不可以有一些淫乱的护盾。偷装偷装，哎呦，升到15。然后他的觉醒石还是没有拔掉。觉醒石同学，偷偷装哦。OK， 好，他是拔掉了。好，那就变成左方不能亮爱丽丝，那也不能亮猪，是有点被锁死。不过其实，也是就看还能亮什么角色，可能交一只射手吧。阿里也可以。去切小猪跟爱丽丝，对爱丽丝，或者就是虎克啊，就是一直狂射，对，因为虎克的连续打击会让唐吉诃德冲刺有大概约一秒的停顿，那可以掩护队友跳开，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不太知道明天选手可能现在很久哦，他可能现在头很痛哦。女巫可以，女巫可以，女巫可以，可是就是空白期有一点长。还行，我觉得他，而且他的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的才能是选什么？如果我没看错，他的没有没有那个进化不用说，直接准备开始，不用 diss 了。他的才能是带。救急才能减少跟喷技能冷却，那这样他就会打很快，他可以一直挖。对，那这一个模式的话，可能就不一定要带变经济它，不对，变巨蛙的那一个，对，因为就把你打下去就好，这很容易掉下去。哦，好，那我们。第一场比赛开始了。Shall we begin the show？ 好的，那边是甜甜圈，可能比较是。哦，好，杰克，杰克抢到了，现版本的甜甜圈其实是削弱一点点，但是杰克捡到甜甜圈那个转圈实在是还是很大一片哦。那左边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分，那爱丽丝也快死了，第二分准备也是差不多可以拿下第三分，因为小猪也快死了。那对，那以火力输出来说，左边是明显高于右边，因为右边等于是三只功能角。被打，对，didn't expect 有，
杰克有考有做到他该做的事情吧？好的，一个晕刺有把杰克打得去，目前比数来到3-2，哦，3-3，哎，怎么自己掉下去？好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，就是你选一个没有回场能力的角色，在这个模式下，你会很容易出事。这个搓把它顶得很远，但是角度可能是15度，所以还是挂得回来。目前来到的是5-4。好，这边直接是把他这边的变成了小青蛙，而且飞不回来。好，那有比较女巫该做的效益。对，杰克就是一直在最后面哇，可是杰克目前刚刚有两波是被小度的墙卡住了，那又被顶出去飞不回来。是把自己的充能交掉，让自己也回来。比分来到7-7。虽然左方的输出明显高，但是女巫好像一直在掉下去。对，不应该。哇，杰克刚刚没有捡到他的回旋镖，那要进入空战期喽。在9-7的情况下，有没有8？有没有办法能够拿到1分？对，最后那一分。哦，杰克又飞不回来。女巫飞不回来，哇！刚的大太，全部都败在飞不回来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女巫啊，假设刚刚女巫的大有开好，应该就会逆转的。但是她刚刚空大，她的大好像都是空的。我这边还是要必须说一句话，就是不听主播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有没有说飞回来回场能力很重要？有发生了，败在回场能力，不然火力压制是压得过右方的队伍。其实那个杰克他的输出，他的压制力是很够的，他就一直刮，一直刮，一直刮。对，其实我们从刚才比赛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杰克他有带经济的情况下，照理说他的技能有两个蓄能，他应该至少要留一个来让自己回场。而不能两个都交掉，对，他一旦是没有技能的情况下，他就难以回场。那唐吉那么会顶，对，顶的又那么远，那他又有带顶比较远的那个技能，那对，所以就是比较可惜啦。明明火力那么高，但是全部都被对方以推下场的方式把血量都赚回来了，就是女巫就回不去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女巫走太前面了。女巫她就是后面，她就应该跟杰克一样，就是待在后面，然后一直射，一直射。就是以刚刚的情况，就是唐吉自己在前面，然后杰克站在中间靠女巫保护她这样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对面莽夫只要一冲，他们就是往后跑，疯狂的往后跑，不然就是攀墙。攀就是抓墙，然后用那个无敌的那一个，这样就不会推走。这个本公会的攀岩大师还是您啊，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对攀岩这件事情比较没有研究啊。好吧。好，那第二场选择的是海盗船的夜晚。那这个场地其实选女巫也可以接受。哦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只要有跳板的地图，选女巫她就可以在空中当苍蝇，就很赖皮。所以就看一下他们想要选谁。只是这个场地比较可惜的是，如果以拉比来说的平常的情况下会再更强的原因，是因为本次系列的赛是不能使用炸弹跟吸球的。那其实拉比有一个 combo 是我刚刚有练出来，就是近距离丢炸弹，然后。对，近距离丢炸弹，然后再用那个地面技能抓回来，然后再灌一套普攻，然后蓄能就会突然冲到很高。哎呦，聪明哦，大家先学起来。这个刚好是对到工会的成员有用到，他的彼得被我炸弹拉回来打一套，然后触发闪电，他彼得已经送医院了。哇。好的，那右方是拿出了爱丽丝跟全椒大师杰佩塔，对，那左方是拉拉手的拉比以及阿里，对，啊好，突然有点小卡住，想
讲不出来。诶，光看这样，我会觉得左边的胜算比较高一点。左边的先手度比较高。对对对，只要阿嬷没有上勾拳，没有打得不好，那就是左边比较好。右方的主动性比较低，因为杰佩塔是你不要去烦他，不要被他那个勾勾拳打到，就是没事。对，所以就是右方可能第三个耶稣选手要选一个好去吐露的角色。对，哇，哦，他们又选一个哦，阿里行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就是飞刀之间的对决。对，但是现在，明天会更好，他又选了炮娘，那又会再更烦人。对，炮娘就是左，对，右边的启动顺序只能是爱丽丝晕到之后，阿嬷直接上勾拳，好像也就这样。对，这个画面比较难去呈现，没错，但是就是，还蛮看双方阿里的发挥的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Now let's go warm up the entire world。好的，今天很期待带你在海盗船的夜晚，要记得炸弹不能丢，看双方队伍有没有要先把自己的炸弹刷新成血包。好像没有，右边有，右边阿嬷是把那个炸弹刷新成血包了。那目前是55波，能量条的方面是55波。那不知道谁会先抢到？那阿里都有去哦。虽然惨不惨到，但是有看到杰佩塔有一个空拳是往一个都没人的地方灌了一拳。那后面的表现，因为杰佩塔就是要一直靠3000的那个灌拳一直灌。哦，有灌到，灌到了，回了一个2580的血量，非常赚。那我们知道，如果可以带强攻跟刚力的觉醒局的话，可以回到3000那么多。哦，那这边又一个锤子，也是灌了出去，应该说将近3000啦，因为你总血量上升嘛，它回复量又因为强攻的关系上升。大家知道就是强攻是有加蓝色任何蓝色数字的吗？是吗？就是你的技能如果数字是蓝色的会被强攻。假设如果有的技能不是普攻一下技能减一秒吧，但如果你有带强攻就会变成1.1秒。知识点有没有？只要是蓝字都会挡看，除非它是固定灰字，比如说人鱼的那个一秒就是一秒改不了，人鱼的那个减技能 CD 一秒就是一秒改不了。但是如果是别的，比如说回血8%，人鱼的那个大绝才要回血8%，但是它就会变8%×1.1。好，对。我们先转播，我发现我讲太多了。已经到3-1。对，那目前是阿里要自己扛，但是炮娘不是有回复回来场地。这边右方队伍展现的压制力很高，左方的血量是高。对，那可能哇，要赢了。好，恭喜！钢弹荡。单杠破这一次的胜利，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打冠亚了，哇，是恭喜！不小心，这个我会深刻的检讨。不小心讲太久的比赛就结束，突然，对，讲一讲就结束了。没事，这个我们下次改进，下次不要迟到就没关系。那各位观众稍事休息一下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待会是小梅杯单挑大赛的，也是冠军赛，来就是我的，是等一下就是帅哥老师的回合。想要看 Ninja 术吗？就是超强忍者术，风林火山融会贯通，那就请期待待会帅哥老师的比赛。
不要不要，哦，这样等一下压力很大，压力给到帅哥老师。哦，这样等一下突然手一滑啊，输了。不会不会，你会赢的，相信你会在决赛跟我们家天犬见面的。好好好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五分钟，也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休息一下。那11:05的时候，我们进行小梅杯单挑大赛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